哎哎，这是第3674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，陈立农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周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对对，你的。我要非常感谢全民制作们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奖杯请拿好一点，谢谢。哎，哎对 ，OK。Now， 还是要颁奖给我们 9%。来，我看你会不会演。来，我说一下得奖感言。好，第3424届最佳奥斯卡男主角，下一位得奖者获者，对对对。好来，徐坤，是不是要感谢？徐坤灿，最佳团体音乐奖。啊，对啊，团体音乐奖，这奖杯可能不是长这样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假装一下，假装一下，假装一下。9%， 哇！颁给你，哇！你颁给我是吧？对。那你要讲一下，说一下最佳团体第2674届格莱美最佳男子团体奖 9% 恭喜你发表感言，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好的音乐。有没有什么让大家多多看到我们的音乐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是 9% OK。花路太短不够看，更多 9% 的花路之旅微博花絮，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，为你每周独家放送。